样骑我都快疯了。自己，我不要，这样就死。领导，你就开车冲，其他我们骑油都乱，你这样就不会被打到，比较不会被打到。反正他俩有领导。按照那个路海边路线走，应该知道哈、哦。走高速公路，走高速，对，海边路线，走滨海快速呢。要走西边，要走西边。出来右，往右手边走。右手。被你们走就好了。只是你先跑出来。你往右手边会比较快。有了，正在走。尽量不要撞到警车哦，注意警车的动向。对啊，不要撞到就死掉了。这是见你想见的。啊干！超容易。超黑。干完蛋了。哎、啊，石头怎么死了？石头撞到我的车了。嗯。刚被自己撞下来。Hello， 嗨嗨。哎，可是我车子明明就射、射所有人，为什么你们不能上啊？对啊，见鬼了！我射所有人呢、欸，我还是不能上、啊。系统判定问题，不可能啊！因为影片中四个人全都可以上哎、欸，会不会被那个被改掉的？不可能啊！这个也是最近的啦、啊，而且阿星最近又没更新，阿星有没有可能？我要从哪个点开始啊？安全。从摩托车开始啊！起码我们出营。那上了摩托车之后，你们就直接先开走了。好吧。嗯。我去开车去那边会比较好，这样钱才不会掉。啊，我们跟着你过去不行吗？不是，应该说那个谁，冰岛等下就开头顺。等一下。哎呀切走了吗切快听到会走了吗切 Hello They are busy 让听到的那台车哎听到不是才开车吗哎还是你们是乘客我还是要按成乘客你们才可以开赛啊乘客我不知道你要设成乘客啊我有算成乘客了，你再试一次好了。你们先走回去。怎么去？我已经算出来了，我已经出来来不及了，回不去了。哦，我被打了。关键进我那个房子那边啊。不用，那边我已经冲出来了。哎，不要进去啊！进去也麻烦。保冲出来这边就一两个警察而已。这路线就可爱子跟石头在我车库这边。哎、欸，我在门口进不去。但不行啊！我已经抵达大洋高速公路了。有一种石头跟着我进来了。倒数计时。快哟！刚才可爱子在那边按电铃了，哦，刚才又按到他加进来，可以吗？有、啊，我看到你进来了，所以全体进车库。嗯。靠腰，欸、我怎么飞出来了？车子呢？你的骷髅马都不见了。欸、我死掉了啦！哎，怎么不能飞出来了？没气哦。这就换成上次上的啦。
好啦，你那车子改成设定乘客了吗？对啊，你们在原地等我就好了。OK。好，就这样。奇怪，我为什么手把在震动啊？奇怪，我怎么在外面跳伞？我是主人，竟然被朋友赶出来耶！再不行的话就正常解了、啊。对对对，这是我设的乘客啊。不行的话就是我开车，你们一样骑车先走了。就正常解了。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先不用摸机车，先等电脑把那个车子开出来，我们再摸机车。因为你不能摸机车之前，他那个到时都不会开始。时间会开始、啊。没有，你一车子四个人都摸完，到时都开始。哦，也是，试看看。看看等他摸完，等他把车开出来，我们再去摸车了，对吧？哦，我了。又刚看、啊。但是如果丁老车子出来，他又不能自己回车上。不是啊，我们不要摸机车就好了，因为摸机车先不要上摩托车。可是摩托车开车嘛，而且现在没有倒数嘛。倒数正在设定中。四个都上去，他才会有那个。也是啊，我不想看了、啊，我想先看什么。右下角现在没有在倒数。没有，哎，四个人坐上去，倒数开始。等丁老把车开出来，我们再摸到四台车就好了。嗯。我先把车骑到后面去。先把车踹倒。可是现在我还是进去嘞，你进不去吗？把车踹倒了，太次了。你房子进不去？对，好像要先上摩托车才行嘞，不然我这样进不去房间嘞。真的假的？好吧，那你过来吧。啊，是台摩托车的车队长，把车踹倒了啦。哦，我看一下，因为上了摩托车之后。那个警星那个视线才会那个啊消掉啊！你看，车上你看怪特技。趁这个时候，你们现在暂停先把那个那个地图路线设往海那个滨海快速道路。好，先等一下啊、哦，先等一下上车，我先设一下地图。先把点设到滨海快速道路那里。对，最左边的入口点就可以了。这样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好不要扣血、啊。快上车，上车，上车喽 ！OK， 开始倒车。等他开车过来。好，可以孤轮砸车。东看看，西看看，什么都没有。踹倒。Don't look back, just go. There's nothing good about you. 好可惜，人进来了，一群人进来了。警察一群一群的来了，像蚂蚁一样。走，但丢一个送去给他就好了。等他们靠近。他们是不是走方面？哎、欸，哪一只？是的。首先不要炸到自己啊，蛇蛋。不会啊。往那个点丢啊。有警察往上面走了，注意。哇，靠墙就好了，靠这个墙他就走不了。散弹枪送他们就好了，一个来一支，一支一支打。好了，我带出来了，我现在撤人乘客。嗯。对耶。在外面飞了吗？在外面飞？没有啊，地道出现。没有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让我擦。我再射一下，看射。等一下有警察来了，先解决。冰岛，赶快射吧。方位女好友，有没有？
还是不行啊？不行，不行。那他什么东西射到我？警察来了，先开枪。来，下车啊！哎、欸，前面，我正前方有。好啊，冰岛快点，你先打头阵。这是他，这是他。不行，他好吧，那你们先走，我先打头阵。看你这防弹的不先走，看我这没防弹的，我第一时间死了。快点，我等你开，等你开出去。电脑，油门踩下去就对了。好，刚刚射了点都不见了，没他。对啊，还在啊。还在啊。我都不在。哎呀，我这么强。那跟你走就好了。干掉恐怖啊！他应该会追着我吧？对啊，没有，他这边车上路上有警察都会绕。靠背，我会秒杀哎、欸。嗯。干满血，我会满血撞一下，干的人就死了。好了，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拿到车，一样是先冲出去会比较好。看、超扯！先把点射到那个海那个道路，再冲出去。正常解了。对，你们正常解，奇怪，这样射你们都没办法上我的车，很怪。你设定成每个人也不行吗？对啊。你看，我不是叫你们射三次，我就是。除了没有人跟那个谁没有用之外，我都射了，你们都一样都不能上啊。嗯，进不开不了门啊，然后班会好友，然后好友跟乘客，你们都不能上啊。对啊，都不行。那个点在哪里啊？我上次没有注意看。什么点？在左上角，军营左上角，然后还要再上去有一个河。过。等我一下。他的点叫北丘，多久啦？他的点叫做北丘废墟，要过两个桥，军营那个桥要先过。对，军营那个桥过之后，然后再往上的上面那条河，就是那个湖的左边那出海口是左上角那个。他的地点叫北丘马驹啊。我压倒一下。反正你就沿着滨海快速道路一直骑就好了。哦哟，看到北丘马驹，看到了。对，就是那个地方。好，那先骑摩托车，拍进来。哎，好，你们就先去啦。还有一个人要骑上车。好啊。碰点。快，还有谁？好，你们赶快先去。我先开车去就好了。这现在敌人还。这现在敌人还是仗着都没关系。对。决定我要跟着，紫色点的 GPS 走。而且还不能骑太慢，骑太慢把子弹从后面撞下也是飞。你要注意那个警察的动向。靠！我进不去。啊，进去了。那地下别找我啊！你们走那边敌人，警察会比较多，你们要小心。你要逃跑了。快点，你不要打我的车，干超车。对，你开就好了。干超级跑车。好我看到看那个，我看到车尽量开车，因为你到那边的话，警察会很多，骑摩托车比较危险一点。好车哎、欸，就他妈警察撞到我的屁股，还是车。我已经到滨海快速道路，我已经在高速公路上。我去，再开始了，看我超级跑车哎、欸。因为我们走这条路线，就是会引来很多警察。啊，看我的骷髅马嘞！啊哦，你嘞？我骷髅马嘞，都是在你啊！真的上车吗？不用，超强的，路上捡。然后警察最扯的是还撞不到我的兵车兵，我就觉得干超级跑车瞬间把兵停车还飞。像是对象就好了。你们都把警察都引走啦、啊！来，再怎么样我马力比你大。哎、欸，要到那个废墟之后再来。那边那个桥啊。
在那个沿着那个那边一个那个右手边有个河岸那边可以走。哦，中弹。你可以爬山啊。我死掉了。自摔齁，警车撞我。你要看到有车就有啊，看我刚才看就是、那個、我已经尽量躲了、啊、超级跑车。奇怪，我还亏我马赖没去。可是你跑车只能两人坐而已，我两人坐就有差嘞，少一次死亡。正常重点那边会很多敌人啊，那边我们走那边是敌人是最多的。正常解好了啦。没有啊，一样走那个环块啊。对啊，一样是走那边啊。就是走环块啊，你正常解更麻烦啊。要正常解走环块。哼、嗯。就是先设那个废墟那边啊。你先设，没有，你就先设那个环块的道路口那边。先设好点再上摩托车呢。我想要按那个方块之后再那废丘废墟在过河之前要沿着那边有个河岸往右边走。掉掉，来了来了，走走。对面出来就是一台跑车了啊！一台保时捷在对面等着你去开。啊，你要开？快！这台够快吗？不会抢到台车。哦，保时捷出来正对面就有。没事，特殊上彗星。哎，你也是哦。哎，这台是上彗星吗？感觉上彗星也好。我过来了。看一出来就有。在正对面吗？对啊，正对面就有。路上也抢到一台。啊、路上根本就是路上彗星的天下、啊，要安全。看到车子都在发威，不会因为被……哎、欸，那电脑人呢？我进我车库啊！我有车把可以开啊！敢开啊！不担心我破土？开了都破土了啦！我也破土了，但是我到了。刚那个，我在开哪里？看地图开啊！不是啊，地图开前面突然那台巴士突然跑出来，我靠北干，那巴士被引擎起来，快要到了，还有八公里，开稳一点。超稳的，阿姨，看那警察吗？警察二次对象怎么啊？有牌流氓哎、欸，对呀、啊，干这种事情。保持对象怎么样？等下你们到底要先上那个游艇那个什么救生艇啊？对啊。哦，咖啡。哇，刚才往前撞到那个飞行。会有路障哦。没有，我看到他撞到那个飞行。看路上好多人。哎、欸，我这边瞬间剩两颗星哎、欸。那为什么？干。屁股太晃，撞了一下屁股，他车子太翻了。哎、欸，你怎么撞？没有，在突突然间见。啊靠！那边车爆了。我们被爆胎了。看他们撞。但是轮胎破了，爆胎。啊，我觉得他也爆了，哎，你也爆了，对啊，爆胎啊，对，我剩五公里，我也差不多走，不过八公里在我后方开，哇，开越快，瞬间变五颗星，两颗变五颗，越开越快，
剩六关，还有六关。能吗？如果我们走这个最坏捷径，就是警察都会在那边埋伏。哎，怎么又中弹？地方要右转哈，它应该有一个绿色牌子没有右转。你说这里吗？是，对，欸，不是这哪里？还没到嘞，再往前开，再往前开。反正它旁边有条小小岔路可以弯过去。这已经到快要到船了啦，看到船了，你看到船了。那边就是船呢。对啊，这样走这里只有几分钟啊，很快，好不好？反正那个河岸我到了，开始在闪，撑着点。到船上了，右转对不对？对，那边右转进来，对，然后沿着，看一堆树啊。那你就开到壕沟里去。动不动我在哪里啊？你开到壕沟里去了。哦，原来我们在这里啊。对啊，你开到壕沟塔。嗯。干，他不去。打他杀一下哦。不会到喽。干。你开卡住了。干，上去，哦，上来了。我左边下面。停车，哇，开得很爽啊！这个小路，哇，超难开。再撑一点，快到。没关系，我们慢慢开就好。我不想被警察抓到河里面去。哎，真正帮我杀一下警察。等一下，我暂停，我是没办法打。哎，为什么？为什么你自杀？差一点点，你丢炸弹！你就在前面，为什么？这个姐姐最快完成了。哎，啊，丁老怎么了？把自己炸了？你丢炸弹了？啊，干脆你们既然路上都有车，我就不用开库洛马，就搭你们的车一起过去，四个人这样比较快啦。对啊，不是你不防弹啊，大哥。我坐后座啊。干，你中一枪还不这样照扣钱？这样会没有后座、啊。而且你中一枪又开始扣钱、嗯。是哦，所以我还是要开库洛马就对了。对啊，而且库洛马超硬的。我们这个是没错、啊，刚刚也是掉了一些钱啊。你电脑，你等下直接把库洛马开到河里面啊。哦，好，好，对啊。他从水里面出来，他们影片是这样子的、啊。我是没错啦，可是警察干那么多哎、欸，有人在滴水。因为刚刚我还在打那个，我还在打直升机。怎么有人在滴水？哦，我不知道，谁在滴水？那个是谁？右边走过来第二个。我啊，因为我刚刚已经到船了，然后你在身上滴水，真的超好笑的。我刚刚先标路线再上车。先到背景再说。Stay together or go a different way if you want, but this will be the safest route. 北丘废墟出口就有车可以用了。有，我看这出口看到了。哎、欸，车子不见了。车子不见了，快拖走了。Remember, the bikes have KERS. They store up energy to accelerate when you brake. Should help put some room between you and those red balloons. 然后，都没。卖，都没车子。
对。那人被偷怎么不见了？被我们偷走了。有本事的。连台平民车都没有。怎么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一定有的啦。没有哎、欸，只有警车。只有警车。路上都没有平民车。妈，世界怎么了？干，被停车顶地。我跟你讲，看到警车，警车要冲过来的时候按刹车就好。妈，给我怎么飞起来了？哎，两位老大，准备上车了。干，抢警车受不了了。来来来来，上车上车。前面两个，哇，看到前面两个有车了。好，那就自拍自己了吧。不屌了，可以出去了。敞篷的。后面还有警车追你们。我跟人家后面，我已经开在那边后面了。然后不要瞄我，记得。是当你有车吗？还有还有，在警车站后面。就是你后面有警车啊。哈哈哈。高招。对啊，他屌住了。中了三宝，开车稳定一点啊！又受不了了，那我开警车追警车。你要不要再去上家训班？你要上家训班一下。我发现开警车撞警车还蛮爽的，这台好快呀、啊！等下那个谁，丁导你上骷髅马了没有？我在赶过去当中啊。所以你上骷髅马了？对啊。慢走不动。哎，路上他妈好多人。警车撞上了吧？路上吐血，受不了，他也死在车上。哇，警车真是超猛的，撞这么多汽油，竟然还可以开。干死了！我发现警车，他撞见了。我发现我们的钱越来越少了嘞，110万，还一百多。妈，多多少少还是子弹，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打进来。他们要挡你，谁管你啊？对不对？没有啊，我就按刹车，然后他们就会跟智障一样，就往前面走过去。等一下往河里面开，等一下直接往河里面，河里面开。对，等一下你们都往河里开。我等，他妈他妈撞到我，就停车。我算5公里多了，我也快到了。剩三。我们已经到了。往河里开啊？对，往船下面开。冲进去就好了。我们再下车。我们已经上船了。我上船了。可是你们不是会有警察吗？对啊，正在射杀当中。啊，那边有两个，有一个超大火力支援，好不好？要到了，哎，这闪，点心要闪。啊！我摔下去，我摔下船。我要到
到了，我要到了。领导啊，过来好了。打前面那一个蛮爽。清干净。老兄、啊。还有吗？再来啊，再来啊，出来玩，出来玩。让我上车，受不了。该快死了啊！冰岛就剩你一个了，赶快来啊！啊，谁敢过来呀、啊？哎、欸，冰岛别死啊！快点，就差你一个了。后面有警察哦，不是死光了吗？啊，不会死光吧？走走走走，上上上！哦耶！哇靠！接完了，该可以睡觉了。开出去，开出去，开出去！被谁开船的啊？你怎么开？不要不要开上场，不要开上路啊！谁开那个？开那个失败了。刚刚一破哇，我哪到哪哪里是水面啊？哎呀！领导，你不只要从上下去慢，你还要从重新练船。我船本来就没有练过啊！哇天哪！啊，终于终于110多万！哎耶！过了，终于过了。看看多少钱？真的吗？对啊。哼。希望可以多一点，可以跳过吗？刚才在路上，我那警车都尽量闪，都闪掉了。可以不要看那神经病在那边跳跳舞吗？跳过，你晚一点给你看那里的回波。We did it. You did it. I know I didn't do that much, but you. 可以跳过吗？这个。You know I thought you were just a bunch of creepy and quiet weirdos. Turns out you're a bunch of quiet weirdos with the talent. 按不掉，好吧，跳不动啊。至少比第我们第一次捡来的好了啦，第一次嘛就550万了，哎、欸，55万，十五万，啊，这次有100多万，110多万，但是已经扣到你没钱扣了，哇，你扣到已经扣大袋了，我怕你们再扣下去，你们就直接放弃任务不想做了。我刚才一路上轮胎都没被打爆，对啊，刚可能是超强。The sunset, and we stayed up all night talking. 我就很纳闷啊，为什么我哭了嘛，还是一样不能上车？嗯，可能被修正了还是怎么？还是说他是用PS3版吗？不知道，感觉好像有点像是用 PC 或者是别的。好像是 PC 耶。可是200多集呢，那么短时间内可以到200多集，那可能是 PS4 版的吧。I'm not well at all. I'm a little embarrassed. Okay, the money. 没有啊，电脑版200多集，他如果说本来在 PS3 就是200多集，哦，转移过去，对啊，就是200多啊。Here, okay, you better take off and take care, okay. Oh yes.拜拜，可以洗洗睡。越有钱了，越有钱了。好，石头赶快洗洗睡。多少钱啊？多少钱啊？多少钱啊？白金，谢谢。看我又铜牌。嗯。112万，啊、一个人有30。不要再扣，不要再扣，不要再扣。啊靠！28。扣。28。28万。28万，耶！我可以买野人的，瞬间可以买野人，哦，好爽！好野，我可以买九头蛇了。你可以买九头蛇了，你是真的做假？那要存300万呢？存到了？你会破坏我？你存到了？我已经存到了。干，你好快啊！哦耶，又过了。九头蛇，耶、yeah! ！买看看啊，快点！当然买啊！可是我这瞬间变10几万。怕什么？买了啦，买了啦！啊，当然就是买了，剩10几万，我当然 OK 啊。假如说买了，剩下妈几百块，我当然不买。啊，那你就顺便买一下吧，顺手买。啊，顺手买野人，顺手买九头蛇，炫富一下。耶、yeah!
所以我要先把电脑杀死，让让他杀到你不能买九头蛇。得300万，对不起。我剩下15万，还够了 ，OK 了。九头蛇我已经够路了。干九头蛇是差我90万而已，干好刺激哦，干。来去捕获喽。哎，丁老，我要看九头蛇，开过来给我们看。啊，说好的女武神呢？九头车只能去机场开而已吧，那个比较麻烦。哦耶！九头车喷射机在哪里？我野人也买完了，买完剩下27万。嗯，那补个货。可以改车哎、欸，好爽、啊！哎、欸，丁老，等一下我也要看你的九头车，等等再一下。I don't keep a record of purchases. 我觉得是好远哦，在那个国际机场那边呢。对啊，那个算飞机类型的。耶、yeah, ，我的载具所有都满了，人物底下的载具都满了。恭喜恭喜！耶、yeah. ！啊，你可以看。人物卷在那边吧。人物角色那个啊。哇。他不是有一个下面的那个图案，就是你有买了哪些载具，他就有那个图案。对啊。那我怎么自己看自己？芝麻开门。你按暂停键，他不就是有那个检视玩家资料还是什么？哦耶，有头蛇！要当哦，可以垂直起降。干！哇，你们飞起来！干我不会哦，垂直起降。啊！嗯，我要过去，我要过去。掉下去啊！操，死了！你们在干嘛？等一下，我要过去。要怎么变化我不知道哎、欸，不是按十字键、啊、之类的吧？十字键左边右边，压一下吧，我就是压一下。他现在可以，他现在是直接升 L， 他是升那个啦、啊。哎、欸，为什么我的直升机不能叫？哦，按右了，变成救护直升机了。哦，按右了，右是变换那个啦。走喽！干！可是你这个去他们 PC 版就没有用了、啊。你人可以站在那个九头蛇上面不是吗？不行，要掉下来。站在机翼上。我刚才试过，都是从上面掉下来。石头，你在哪里？啊、无法将我载具送到适合地点。嗯，我来了。就要这样了。哎、欸，有没有可以带我去拿我的野人啊？不是要这样了哦，好方便哦。在哪里？在前面。我有设，我设一时间。哦，还有野人嘞，不野人嘞，他被收走了。等等，总掉电话。可以停在你上面吗？哦、可以啊，只是应该爆炸而已。没有啊，停在九头蛇上面可以吗？
停在正中间看看，合体。合体。指挥艇组合。欸，真的可以。你啦。合体了。哎，我停住了。我停住了。太重了。太重了。你有看到紫色的点吗？嗯。有啊，看到了。野人，野人，野人在那边。我买完剩下的多少？22万而已。改车，改完就没钱了。这个是什么？超神合体。哼，看看。应该把野人组合上去才对。到了，丁导的。哦，看到了。打不赢丁导啊。太爽了！你的野人直升机怎么停那么远？不知道。这做完有没有开战斗机？哦，还可以站得远。别人偷射。我不知道，我想说那是谁？炸他，受不了！再叫野人，站在野人撞他一下。我想说，哎，怎么有锁定？然后就发射两枚飞弹过去，看看。三台野人去杀一台。Hello, Pegasus Lifestyle Management. How can I help you? Your beautiful new aircraft is waiting at our nearest airfield. We hope you're very happy, madam. 哎呦，不要，你不是掉下来？我已经在冒黑烟了。飞机跑好远了，那个。没关系，我可以叫佣兵去炸你。佣兵炸不到嘛？可以，他有一个那个，忘记叫什么，反正他可以叫飞机丢。不行啊，那个只是空袭而已啊。可以。没关系啊，等一下下一节任务时候杀他就好了。都不信你不下来。爸爸，哎，我野狼嘞！这台是谁的？我的野狼都不见了。这台是谁的？等一下，我野狼都不见了。啊，没有，这台不是我叫的。这台也不是我叫的，我叫的是野人，我买的。先上来吗？好，野人出来了。坏了。立马回扣。快点，我们趁现在赶快找丁导，我们机场等他就好。嗯，我们机场等丁导就好。下面，你开这台，我开野人，然后甚至也开野人去找丁导，爆炸两天这样。干嘛这样？那太嚣张了！哇，今天你两台野人呢，大小。我有叫啊。哎呦，你们的。你们野人的那个火箭炮吗？是无限的，我的这台是我的，知道你拿错了，这台是我的。我错了。你干嘛会被踢下？死定了你！丁导不要跑啊！偷炸我！干两台野人，妈的二打一。三台野人啊！深深在上面待机。丁导出来啊！攻击直升机部队。出来啊！要跑啊！要跑好远。丁导出来面对。高地是怕射死你。哎呦，开出来是不是？那根本是攻击直升机部队了。冰川哦，
但我解到任务叫做追杀金岛。大王啊！然后往海上跑啊！等一下，追到海上去，会爆掉。三台野人这样通过海上去追台战斗机，真的超好笑的。我有事吗？那就是要追到你，追到天涯海角啊！他沿着边边跑。这时候如果按发射键，可爱子就被我追下来。你等等看啊！好恐怖、哦！你等等看。没有必要，妈的，又火箭炮吃不完。上线，哎、欸，那子哎，咻嘣，咻嘣。没关系啊，你可以打打看啊，没关系。不要，不要。哎，你又上线，哎、欸，可奈子哎，哎、欸，可还没讲完，我都要射过来，怕。那还没讲出来，子还没讲出来，火箭炮就飞过来，咻。不至于啊。冰岛嘞，跑那么快，哦，都在那飞嘞哦。还不说要追，追到我，追到天涯海角，太难嘞。没关系，干我回金鱼，我回妈，我去金鱼里面抢一台战斗机追你。干，就不信追不到你。跟你讲，现在这个军营没有战斗机啊。有，你相信我，我抢一台给你看。妈抢完就死定了，看你跑，看你跑哪去。你抢完我就下线了，你抢完。下线，妈，没事，要找你。要跑啊，要跑啊，上面队啊，一堆一单挑啊。我一下来就有坦克，也太厉害了！被你死掉了。对啊。这个不像战斗机那么灵敏的、欸，还有点好操控。它速度比较慢的话，好像有这么一点哦。你这么一讲的话，跟之前一样的飞机本来就很比较飞没那么快。干，坦克车轰死了。那坦克车怎么出来那么快 ？You through to your garage? You need me to bring you a ride? It's on the way. 在哪边啊？我会接你。那、啊、你们跳伞进去好了。感觉抢一台车就可以进去了。好，全方位车说来就来了。瞬间有两颗星，你看。嗯，两颗星。瞬间有两颗星。要飞进去吗？开车飞进去了。你做了什么？我的油门突然失控，那报应啊！他油门没有反应，敢报应啊！你有撞到东西是吗？没有啊，我按切换啊，报应啊！我按切换要下降啊，垂直下降啊，就这个垂直有点不太对哦。
你刚刚飞到哪里？市区啊。市区。哎、欸，为什么坦克在轰？我也炸掉了。换三等。这样子玩完之后，真的不想回去玩，不想去用那个 PS4。嗯。干嘛干嘛？我拿到飞机里，我拿到飞机里。我拿到飞机了。对啊对啊对啊，去炸冰岛。然后死掉。拿飞机就死了。快了吧。有飞弹了。OK， 为什么一台战斗机从面前掉下来，吓我一跳。那是我的。超恐怖的，一台战斗机从面前掉下来。我刚刚躲飞弹，然后就掉下来了。哎、欸，武装直升机可以卖吗？好像不行哦。不行。怎么卖啊？你要开去哪里卖？我想把武装直升机卖掉啊！那可是你没有旁边的人帮忙开枪，也没用啊。对啊，也没用啊。至于吧。可是你野人，你单人解的话，你看你那火箭炮无 CD 多好用啊。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OK， 我抢到飞机了。我刚刚拉起来的时候就有飞弹打我。那个防空弹啊，防空飞弹很快。嗯。要小心。嗯。走了。我一飞就低空飞了，然后我就出来了，耶、yeah, ，成功了。哦，对，低空飞可以啊。领导嘞？外面对啊，领导。好了嘞。我躲在家里啦。敢不要不要出来啊！出来啊！外面对啊。你们两个都难打。拿到了，拿到了。两台，因为他瞬间两个图示瞬间被飞去了。掉上面对啊，刚掉下线了，早就给你。你怎么知道我要下线了？靠，找玩家就知道啦，找玩家剩两个人而已。没有啊，现在。对啊。有坦克车哎、欸，为什么有坦克车？是你们刚刚找来的？我不知道啊。好，掉下线，看到了，人物不见。哪有啊？明明就还在线上啊！你脑在线上、啊。出来啊！出来啊！我操！可是坦克、欸，不要打我啦！人家是我哎、欸，我没有打你啊。哦，啊，你不是你，不是我啊。哦，你在搞错，你在搞从前我。他刚从我前面飞出去，我怎么在打你？啊，奇怪，怎么飞弹打我？而且我刚从你前面飞出来而已。丁老出来啊！好，这次我确定我下线。我是谁杀？下次我要死。看野人去找你。啊，下次。阿二，你车子开在前面。啊。在享受悠闲的跳伞时光啊！不妙，飞不起来，助跑时间太短了。
need something, huh? One of your rides? Let me know. It's coming at you. All right, I'll get back to work. 好，下线。嗯。下，诶，礼拜天再上。礼拜天要怎么上？什么东西？礼拜天啊，吃鬼语餐之前还有时间可以打。你是早上要上？不知道，看我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好。这游戏难道你们晚上也要去吃东西哦？晚上看电影啊？你们晚上看电影这么刺激？看那个什么？看那个麻辣什么东西的？嗯，麻辣间谍哦。对，那个智障的那一部。啊，休息，睡觉了。瞬间跑野人变穷人了。嗯。好，先这样，拜拜。好，拜拜。时空就先到这边，我要是明天三。